Hi, 大家好，I'm Aliso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subscribe, leave a thumbs up, and send to a friend who also want to learn Chinese. For this video, I will read it twice. The first time, I will read it very slowly, and then I will repeat it with normal speed. If you feel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art, you can challenge yourself and listen to the fast version.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about the description below. There I have the material and the flashcard for this story. Are you ready for the listening practice?张欣和小叶最近想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他们想问问小雨，要不要一起去健身房？但是小雨不太喜欢去健身房，他更喜欢在户外的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或者打网球。张欣和小叶不会打网球，但是他们两个会打羽毛球，小雨也会打羽毛球，所以他们约好了，每个星期二的晚上一起去打羽毛球。张欣每个星期四还会去附近的游泳馆游1个小时泳。小叶不会游泳，但是他想去学一学，所以他也去游泳馆报了游泳课。周末的时候，小叶会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去篮球场打篮球。他从小就很喜欢打篮球。上中学的时候，一下课就和同学们去操场打篮球。但是现在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能一起打篮球的朋友也不太多，只有周末可以找人一起打一打。小叶有的时候想叫自己的室友一起去打篮球，但是他的室友不喜欢运动，他更喜欢在房间里玩游戏和看电视。有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看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只喜欢看比赛，不会踢足球。张欣和小叶最近想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他们想问问小雨要不要一起去健身房，
但是小雨不太喜欢去健身房，她更喜欢在户外的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或者打网球。张欣和小叶不会打网球，但是他们两个会打羽毛球，小雨也会打羽毛球，所以他们约好了每个星期二的晚上一起去打羽毛球。张欣每个星期四还会去附近的游泳馆游1个小时泳。小叶不会游泳，但是他想去学一学，所以他也去游泳馆报了游泳课。周末的时候，小叶会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去篮球场打篮球。他从小就很喜欢打篮球，上中学的时候，一下课就和同学们去操场打篮球，但是现在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能一起打篮球的朋友也不太多，只有周末可以找人一起打一打。小叶有的时候想叫自己的室友一起去打篮球，但是他的室友不喜欢运动。更喜欢在房间里玩游戏和看电视。有的时候他们会一起看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只喜欢看比赛，不会踢足球。